安播足球快讯，2021年4月16号，罗马1-1亚即士。周五凌晨，欧霸半准决赛次回合，罗马对亚即士。罗马上半场以死守为主要战略，亚即士九攻之下，终于喺49分钟领先，波贝比单刀面对门将挑射破门。罗马在72分钟攀平比分，迪斯高门前抢点推射得手，最终1-1嘅比分维持到中场结束。罗马以总比分3-2淘汰亚即士晋级四强。你听紧嘅系安播足球快讯，记住 subscribe 我哋个 channel 同赞我哋嘅专业。M 直播提供英超、意甲、法甲、葡超、K League、NBA 等精彩足球、篮球赛事嘅直播服务，立即下载 M 直播，随时随地有波睇。